而且是有这种复古的感觉。有以前有，就是拍人间水田，然后你看那个眼线，不是一致吗？
像我就只能跪，只能跪着，跪跪跪。如果给你一个时间机器，你想回到几岁？啊，我不想啊，我就想现在这样啊。我回到以前，我就没有米粒了。然后我回到以前，我就没有陈先生啦。你觉得你的原生家庭对你的世界观的影响大吗？很大，就是他。小时候我会觉得我很缺乏安全感，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对人有了同理心。然后其他不会让我变得很骄傲，是因为我从一个很清寒的家庭出生，所以我会对清寒的家庭有同理心。所以我当了艺人，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初心。那你平时怎么排解一下自己的负面情绪？没有吧？最近没有负面情绪。有，可是我会观察我的负面情绪。就比如说，昨天我睡觉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住酒店嘛，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会这么害怕，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的害怕是因为很多人告诉我纽约治安很好，有人会闯到你家什么，然后电影看太多，然后就觉得说你们就很安全啦，在酒店 security 一大堆。可是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愤怒跟很多的东西其实是跟你的人生经验或者是周遭给你的印象有关的。你一旦发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不太会被它牵着鼻子走。所以每次负面情绪来，我就会观察我负面情绪，就找到那个黑点。对，了解。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女生在事业和家庭该怎么选？家庭，因为到你死的时候啊，能够帮你送终的是你的家庭，不是你的事业。而且往往你要走的时候，如果你事业做得很大的时候，大家都巴不得你赶快死，然后把你的事业抢走，把你的财产也分走。你看很多那种董事会，你还没走的时候，董事会已经在开会说谁要来接他的事业这样。可是万一就是有时候有的人会想说，OK，我选择了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又不幸福，怎么办？没有，这个前提是都安稳。其实家庭不幸福，事业也不会幸福的，因为你一定是从内到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整理好。那你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吗？我相信。我觉得我虽然小时候家庭环境不是很好，那家里也很穷，然后爸爸妈妈又离婚，可是我就是个乐观的人，然后我就一直秉持着只要做善的决定，一定不会出大错。虽然我做过愚蠢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违背善良这两个字。这是本性。我觉得这真的是家庭教育的关系。好，最后一个问题，你最想和你的闺蜜们分享的是什么话？I love you so much， 我爱你。我们是一辈子的交往哦。再来上面，各位闺蜜，我们是一辈子的交往哦。